Hello，今天吃一块蘸汁爆螺，看看这个活儿咋样啊？还可以哈，哟，完了这掉了。慢一点，这个季节它有硬的，有不硬的，但是我们这个硬黄算比较多的了，品质嘎嘎好啊。这一盒嘛，拍三盒，拍三盒，额外还赠送你点小的小鲍螺，可这一个味儿的。蘸汁儿的好吃。